刚刚那个郑总讲的很清楚啊，这一次真的是圣杯啊，因为在接线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啊，他们有一些媒体说亚当的这支上次进球的，结果那个时候过了几秒也一下，就是一个下半是非常有名的老虎的球，就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球啊。当然那个时候还是球风确实。上涨120点，收在13482点多，分析家表。